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小呀小苹果，烂烂的梦碎，出了梦卡，出了出了妈，嘿，大地瓜，小地瓜，好小子，哎呀，妈，你在这干啥呢？那我不是你咋没上学呢？啊，我放学了。放学了？啊，这才下午2点多，你就放学了？妈，你不知道我学习不好的全让老师留学校补课了，像我这学习好的那就提前放学。真的啊？妈呀，咱俩这关系我能骗你吗？对吧，那别的同学咋都没回来呢？咋就你自己回来的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又逃学了你啊？哎呀，哎妈，你可小点声啊。妈，你说我奶呀？妈，你要让我爸听着，我爸今天都揍死我都得。还揍你也活该，谁让你逃学了你？赶紧给我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回家！哎呀，妈妈，你要再揪我，你就有点不够哥们意思了啊！哎呀，你个小崽子，你还敢跟我俩论哥们儿？你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提老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回家做作业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妈，你要再踢我，你就把昨天吃我那虾条给我吐出来！你还学会翻小肠了你？你是不是、啊？你来，哎呀，快点，你不听话你。干嘛收拾你？到家了还踢呀、啊？学会逃跑了你！后怕！你妈的！烦死了！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吓我一跳啊！你还吓我一跳呢！我吓你一跳！儿子，嗯，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早呢？放啥学呀？你儿子又逃学了！又逃学了？嗯。哎呀！你好好管管他吧。老师教你的你都会了吗？你就逃学呀、啊？我都会，还都会。把那作业拿来我看看。看就看呗。你这一天怎么脾气比我还大呢？我心情不好。咋的了？让我妈给踢了刚才。该踢就踢。这是作业啊。啊。我的爸爸，锄禾日当午。老爸真辛苦，一会儿打麻将，一会儿斗地主，赢钱就高兴，输钱冤命苦，送钱小步兵，其实就是虎。谁虎啊？谁拿本我说谁虎。唱歌就跑调，跳舞瞎乱杵，左边亲家公，右边亲家母，不懂快慢步，一帮250。你写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谁告诉你写的这乱七八糟的？这是我们老师让我写的，让写我的老爸。我这是按照你性格写的。你们老师让你写你老爸，是你得写你老爸的优点、好处、长处。你这不贬低你爸呢吗？这能行吗？那你有优点吗？怎么没有啊？你那意思，你老爸我在你眼中一点优点都没有啊？你妈有优点，你咋不谢你妈呢？你谢我干啥呀你？那主要是我妈也没有啥突出的呀。怎么没有？你妈腰间盘不是突出吗？那我妈也比你强。我妈一不会臭美，二不会败家，整天忙家务，捎带喂鸡鸭，能省她就省，有钱也不花。咱们家要有你，咋能闲着她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，你是不是想揍我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，我爸打我！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还说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还没完！哎呀妈！哎呀爸。我不是故意的吧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。你还咋？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咋的你？哎，我咋着我？哎呀，你好好的。我这家伙还拿凳子还害我，你还有啊？你挺阴险啊你！看看，哎呀，卡坏呀！哎呀妈，卡破了！哎呀妈！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瞅你们爷俩呀，你说这是干啥？干啥？他也太气人了！哎呀妈！你咋的呢？你打我干啥呀？这孩子都是你惯的。啥我惯的、啊、太不像话了。哎呀爸，我来灵感了。来啥灵感了你啊？我要给你做一首诗。还是什么诗？五言绝句啊。不是小包边。哎呀你这
一点都不懂欣赏了。你别别哗哗的，别碰着我。你别着忙，别着忙，儿子。啊，不是我气你，是你气我妈。成天打麻将，赢钱你就花，输钱回家要，总把脾气发，只图你快乐，一点不顾家。念书没有用，也不能发家，不如打麻将学习老爸爸。爸，到时候咱爷俩一准上桌，那再找俩人就够手了。哎呀妈，儿子啊，那打麻将你怎么能跟我学呢？啊，你能不能学点好的？我还指着你出息呢。老公啊，听明白没有啊？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儿子纯粹是受你影响的，你要再这么继续下去啊，孩子就彻底的毁了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媳妇不是儿子，那个什么辈儿，你俩听我说，从今天开始这麻将我不打了，也酒不喝了，烟也不抽了，嗯，行吗？太行了啊，我就一心一意培养我儿子，给我儿子树立一个好形象，争取当一个好爸。哎呀，爸，你说的太好了。爸，只要你以后不打麻将，那我就好好学习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报效祖国，报答老师，做一个有志气的淘小子。说得好，这才是妈的好儿子啊。想看更多私密小视频吗？那就加我微信吧，我的微信号是 bx7399， 等着你哦，么么哒。